<所>对，就是过去，你比如说一般动物或者咱们以前的人，跨越不了这个障碍。但是现在，你看科技来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就是说展望未来，你是很有可能获得设计自己的能力的，甚至不表现在你的孩子，对你当生就能改造自己。但是你能，你但是我们怎样决定？ 什么是应该改造的方向？什么是完的这很难，什么是的对，从伦理上解决，而且从从民主角度来讲呢，我听我我不是我讲年初见到那个哈佛的那个脑科学中心嘛，他们现在在做一个事情呢，就是脑力集中训练嘛。比如说他的一种技术可以，我们一般人的注意力集中注意写稿子，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一个小时以后你就会分散啊，或者你要再需要集中。嗯、他们现在是跟那个 NASA 和奥林匹克运动队在在训练，能够让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四个小时以上。 这就需要花大量金钱和技术来完成的。那会变成什么问题呢？就咱们生个孩子都是五六岁读小学，有的孩子干一件事儿十分钟就啊乱搞了，有个孩子可以集中注意力两个小时，就是说可能十岁就可以读哈佛了。对，他就是、是他对对对，他就是从出生的那个教育开始，他已经已经有人变成超人。 有人是人，但是就是值得担心。但这个是完全已经完全已经一基本上可以应用到临床环境下的一个技术了，进行。但是我问你啊，小波，就是有一个呃非常让人担心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出于对人性的了解，你见过人类啊在漫长的历史上，他有过这样的潜力吗？就是他获得了一种能力，但是他自己决定不使用它。原子弹。<laughs> 呃，放了两颗，对，但是你看，他就有了呃更多的办法来来不让他再放吧，尽量不让他再放。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比如说，我还要跟你讲，人控制不住，能控制不住。我还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你比如说那天这个我听这个马云老师哈、啊，马云老师现在有志于教育嘛，哎，就讲了，就是说未来啊，这个呃人过去是人像机器一样的呃劳动，对吧？未来机器像人一样劳动。 就是说，可以大大的，就是人将来每一天可以，呃，好像他说的，我记记不清啊，就是那意思，人一天啊两三个就工作两三个小时就够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但是呢，我有一个疑问，我不太相信，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科技本来都是为了让我们更省心、更省事儿，为了让我们更懒惰、更懒惰。但是你结果看看，你你更懒惰了吗？ 你是不是更焦头烂额了？比如说手机本来是让你更快捷的处理，可是这个东西本身它使得我们更晚睡觉了。你想到这问题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人性的问题？说将来代替了这么多劳动，你放心，人就是这么一种会自个儿找麻烦的动物，它。 代替了他这个劳动啊，那到另外的时候，他又会搞别的，把他搞得过劳死。对,对，你觉得是会不是会有这个问题？你们 <是是 S 1> 有一个盗梦空间、啊，有、哦、不？就好莱坞电影就是未来很可能很多人是生活在另外一个虚拟空间里，他坐在那里戴个戴个 AR 的头套，他的那个自己建个王国，自己自己当皇帝，当强盗王，该杀人杀人，该放火放火。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一个。 一个宅男，叫宅男，就现在日本才一百多万的宅男，一什么叫日本叫宅男呢？就一个月之内，除了去去 Seven Eleven 不跟任何一个人谈话的那个人，有一百五十多万。现在日本，那中国你说会坏了多少人？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啥也没有，国家发个就就就仅仅给你吃个饭，然后呢，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今天中国人在手机上已经五个小时了，就你刚才那快手已经人均一个小时了，那那有什么知识啊？ 那不如听那个原作派呢？就 <laughs> 是多说两遍，多说两遍。我 <laughs> 但是他就，但是他你你不用他占用时间问题不用怕，但他就人会会会会会分成两类人。哎、呃，易军，你,你想我我想说就是说，这个人类是不是少一个基因叫做知足基因呢？<laughs>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我们对人的这种改造，你说的基因改造也好，什么改造也好，都在基于我们认为自己不够完美，我们不太好。 呃，我想说，但是我们对自己其实对人类本身有多少的认知呢？其实还没有达到。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这个就这个认知是在哪里？我是记得我今年经历过的一个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场面，是我在这个沈阳那个新松那个机器人厂里面，嗯，集成计算，嗯、你进去就全是大手臂，对，就是那个，哎，我说他们在干嘛？渠道可以，他们告我说。嗯 机器人自己在造自己，我说他们知道自己在造自己吗？<laughs> 他说现在还不知道，以后知道。但是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这个他他、这个、这个手臂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他可以举一根这个就是绣花针，可以在纸上写字，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大力的就抓举非常、嗯、可以，就是就是这个强力的东西。那我就问为什么都是手臂呢？他们说原来我们的人的手臂的设计是这个三个关节六个向度，这个是最完美的一个设计。 他只要把这个手掌这个换掉啊，加任何头，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哎呦，让我一下子觉得，原来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拥有的东西其实也很好。就是我们为什么长成这样呢？为什么我们是这个？我们似乎还没有好好去认知。以前那个柯布西耶他们画过一个所谓叫“完美”的人体，但他画出来是那个头其实挺小的，手特别特别大。就是他们认为，其实就对人体本身的结构的设，就是这个研究啊，我在想，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其实有多少？哦。 其实呢，其实人都知道啊，所以说你说不知足，换另外一种说法的，的人有往上提升的驱动力嘛，不断往上提升。问题是怎么样使用它而已嘛，很、呃、难的。那个什么各种的科技越要求你的自律啊，像好多人知道，我有一阵子为了写作啊，都被迫跟我太太分开，对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床，因为这样我才专心写作。哦、对，不然的话我就会很晚睡啊。 因为我爱跟我太太聊天，聊聊到半夜三四点 <laughs> 啊。那聊他聊说不行啊，我每天跟你聊，我没精力写作，没精神写作哈、啊。那就分房睡，然后在那边。结果我以为分房睡可以早睡，结果更晚睡。因为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感觉自由了，没人看着我。 就拿着手机跟别人的太太聊天，<laughs> 聊到更晚，<laughs> 然后为了不跟我老婆聊天，结果用手机跟别人的太太聊天，那那那，就是只能怪我。那你太给我自由，我没有。你太太可能也在那边跟这跟你聊天啊。后来，来我看我太太手机，原来这个人很熟。全是文涛是吧？<laughs> <laughs> 我最近发现我们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你们有没有？就是晚上你不想睡觉。 就是其实已经很晚了，你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但就在那儿不知道是看无聊的电视还是上网购物还是干嘛，你就不想去睡。你知道吗？那天咱们这个圆桌里也得出一个分析之一啊，嗯、怕死基因。嗯嗯，就是说人为什么老耗着？嗯、你想睡不睡？其实就是你老想延续上一个状态，在那个状态里老不想结束。嗯、其实呢，就是这有可能是一种。 就跟那个怕死一个原理嘛，就是哎，延长延长，好像一睡过去就是一个一个状态的结束嘛。你、嗯、你老想把上一个状态延长延长，就像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希望永远不散的宴席,可是那宴席也没啥，这没啥关系吧？<我>晚上不睡觉还有那么美好的理由啊？我不，我我,我自己感觉不是，<laughs> 啊、我就是图那个那个静。其实那时候呢，你就是周围有点比较安静的那个感觉。你不觉得我们白天只要你有一个科技的东西在手里，你就你觉得整个你的状态是纷乱的。 就好多好多事儿，就是本来你不需要去回答的事情，是不是？到了晚上，你那一段时间突然觉得很。所以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你现在有了很多这个生物的这种技术之后啊，它涉及到一个，哎呃，单个的人不说了，现在是整体的、全体的这个人。你比如，我就看着那个生物编辑技术的那个那个人讲，就说这事儿没法民主。 现在这个都是非法的嘛，就是你不能自己随便改造基因，都是非法的。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开这个口子呢？他说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件事儿，这种事儿没法投票，不是说你呃说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说一旦有一个进来了，人类的基因库从此就永远的有了这个，它会影响到你全部人类的基因。 所以说，这你不能说多数服从少数，所以他必须全体。这个这个的技术现在是被禁止的，严禁的嘛。就很复杂，就很复杂。嗯，但相比之下，我觉得小波呃有章法，他呢，他自控力，<对>他他能。嗯、你看，我记得当年小波就说他怎么发家致富啊？他说他从这个呃回国之后呃开始，一年买一套房子。 <laughs> 我那时我，是不是你说的？对,对对对，我很长时间一年买套房，一年写本书。哎，你的房子什么时候断舍离？你的房子 <laughs> 不是？那我现在问你，不让我买，不是？你现在这又上市梦碎，肯定是还想继续上。<laughs> 就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规划？你这个个人 IP，我其实我想的挺明白的，就是说桌上很多菜，其实呢，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只一碗菜，就是说写作，对我来讲这是最重要。但我不能，我不能一辈子只只是财经写作。 而且我如果只看到他，其实我也我也成不了一个好的财经作家。那我做企业也好，我投资，哪怕我今天失败也好，我年年看企业也好，我觉得跟这事儿还有关系。你看，我又没写小说，我也没写戏剧，我也没干别的，我也没搞原作派，我就干这个事儿。但周边会有一些事儿。那么一年写本书，或者三未来可能我年纪大了一点，三年写本书，这个事儿对我很重要。但我不能三百六十五天只干这个事儿啊，这个人生太无聊了吧？我该打麻将还得打麻将，该旅游还得旅游。 该上你节目还得上节目，哎，该做点出版，我是这么在想。但这个事儿很重要，我得把这个事儿控制住，我别的都可以自由点我是这么想这件事儿。你觉得你活得健康吗？你看他连皱纹都没有，还不健康吗？对他真是，<他>是你看这俩，<laughs> <laughs> 哎，这这、就是没有没有没而且你、哎、对你精神很好。 我就说他他刚没化妆，我还以为他化个妆。不、哦，我是这么觉得，就我在哎，其实你喝了什么东西了？我这个事儿不塌，我这个事儿不塌。<laughs> 别的事儿塌和不塌其实都无所谓，我是这么想这件事儿的。我现在就体在重这个事不塌，别的事儿塌不踏。我现在就在想，就你说这个人们现在爱熬夜啊，就是老是耗着不想呃睡啊，其实也有一种啊，就是贪生，真的是贪生、嗯、怕死。这个贪生意味什么啊？就是。 哎呀，当然了，老想活着，活着多有滋有味儿啊！你你你你你知道就是，你哎你比如说我我我我我父母亲啊，就是这种活着的滋味，你知道吗？比如说我母亲这个卧床病了，对吧？我父亲就觉得活的少滋味，你知道？我说像他们老年人有什么享受啊？他说你知道，你看他就说，他说现在觉得一个人啊孤单，就是说过去呢，呃老两口出去遛弯儿。 说穿穿这个衣服还是穿那个衣服啊？那、嗯、能说说穿这个颜色、嗯嗯、好，穿那个？拌个嘴，吵个架。对，拌个嘴，吵个架，嗯、这都是活着的滋味。<对>就是有些时候，我记得上次有有一次，陈天青老师也说，说有时候看见一个在上海看见一个重又反正是身体特别不好的一对老人啊，在那儿喝粥。就照他看来，他这个身体状况，活的质量已经很不好了。但是你看他们喝粥的那个感觉。 你还是觉得这个活着有有滋味好愿意活着，能多活。所以我就在听你刚才讲这个，就说生物科技已经到了一个门槛上。<对>我就发现马爷说的那个是不是真的不是逗乐马爷就是说我特怕死，他说我想等着，我 <laughs> 等等着，是不是真能科技能能能让我至少是能让我长长寿吧？能让我大幅度提高我的寿命？你说咱要等着吗？咱应该。 你我我我我刚刚说人类多挣钱等着对人类这个不知足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就这个世界你跟二十年前比我们丢掉了很多这个人文的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生活的情感的那些很琐碎的，我们以前蛮推崇那些东西的，就是。 以前你喜欢个文学，喜欢个戏剧，说一些你说的这个写作，都是一个捧得特别高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慢慢在。你不用担心，我跟你讲，今年上海上海那个戏剧学院有一个很小的戏叫音乐剧戏，就王洛勇在当那个主任那个戏，音乐剧算小了吧？今年招十七个人，两千七百人报名。二十年前，哦、大家就咱们那一代人会会有去报音乐剧吗？你毕业后不知道干嘛。 两千七百个孩子报十七个人，可能因为整个大上海找这个人，整个大上海就两个名额。嗯、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再看我们那一代人出去，将来我插句话，你不用担心这个，有了钱以后，厂里干活的都是机器人，对，全人类都是娱乐圈。马老师说，你一天最多给你两个小时工作时间，<laughs> 要多花钱来买，剩下来干嘛呢？ 该画画，该画画；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看戏，阳，看戏，阳。搞个《盗梦空间》也挺好。<laughs> 我如果他这个是这个，你不用担心，人都会平衡。你看前段大家在说五 G 来了以后，机器人会替代人类嘛？他们前两天他们跟我说：“我老师你不用担心，五 G 来了以后，首先增加两千两百万工作单位。”他首先增加两千两百万工作单位，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好多人去干这个事儿。<laughs> 对，不要低估人类的学习的能力。对对，不要低估低估这个自然，还是会，我认为会均衡。我认为，我认为。 真的人到活到人均活到一百五十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百五十岁的一种生存状态和一种新的平衡会发生吧？我在想这个，嗯、但是就你知道吗？就是最可悲的是什么？嗯、我要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你说你，你比如说将来从纯粹来说的话，科技，你比如说科技要冻龄，你比如说现在已经八十了，给你冻一百年，你作为一个八十岁的老头活一百年，我说这可不如二十岁的活得爽。那会给你立龄嘛？对，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它能可逆吗？呃，以后哎，你现在不能想，你现在想不到的事儿，你现在这个问题本身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的选题。一个八十岁的人说：“我有没有可逆成我二十岁的身体？”你觉得没有人研究这个事儿？我就一定有。 我发现你,你都想得出来，你有点科学万能论。啊，我我我我我是个文科生，但我觉得技术还是真的是对带来特别大的进步。我现在特别相信技术本身，技术是不可逆的。互联网一来，网上往下一卖东西，你怎么办？啊，移动支付一来，银行再多门店你也没有用。搞了手机以后，你该出门就出门。我说我技术，我现在慢慢变成个技术主义者，什么东西靠人解决不了的东西靠技术来解决，<是>技术解决不了问题<是>，再再再等。 小波，所所谓的技术主义，<laughs> 呃，看你怎么来界定。但技术是非常冷酷的，有可能。那当然，有而且不可逆，不可<马>不可马马克思说嘛，技术代表什么？<对>生产力，生产力一定往前走。而且技术的工程师思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个、嗯、那个，那个、我看过一个德国哲学家写的书，他说那些做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有没有想过这个弹子把我们炸下去会死十万人？他肯定没想过。 他觉得这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裂的时候能够多产生多少的热量和卡路里，这个是最重要。爱因斯坦他们都想过，啊，有有对。等他做出来以后，他才想想了以后来不及了。你知道，他一定把它做出来。这就叫人的异化，人的工具性，就是当他发明这个原子反应堆的时候，<对>他只想着如何发挥最大的效率。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他用到哪儿？对，他又开始反对，他自己反对自己。 但他把事儿做出来了。你现在做说克隆人的事儿啊，这种就说基因剪辑的事儿、啊，他根本没有想过伦理问题。他一想这件事儿就做不下去了。他觉得这个给他带来的快乐比咱们上节目快乐还要大、嗯。哎，你还别说，对他有这部分就有这么一堆人。所以说，永远应该有我们圆桌派在聊人生。对，你知道吗？<laughs> 我跟你说，这非常非常重要，太,太,太不能缺少了。对他，他非常重要。他们去搞科技，对，但是我们永远要。 聊人生，虽然我们要活得久一点，是吧？对不对？什么人的人生，<laughs> 可能将来是半电子半人的人生。你比如说，我就觉得，而且有的时候啊，呃，注意新科技的同时，也要注意老人的人生经验。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你比如说，易军，你说你这个一百，呃，你活一百五十岁，你这一个一个十年生一个孩子，你生一，这就就是说你，你你对这个事情，就你活人活着干什么来了？永远需要聊。 你比如我最近学了两个我尊敬的两个老师，呃，就是呃，一个是这个阿成老师哈、啊，我就发现他在《威尼斯日记》里写，你看这里边有他的一种人生观，他说呀，呃，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呃，要每时每分每秒感受，每分每秒感受，一直到结束。 啊，你看，这是一种观念嘛。嗯、还有一个老师，咱们的王蒙老师，咱们的老嘉宾，我就从他这儿学到一种人生观。王蒙老师就是，他不光是感受。王蒙老师说，我一辈子不管是有了这个呃功名，有了这个这财产，这都是呃其他一些的。他说，但是人活一辈子，不管活多久，总要有几次感动，总要有几次充盈的感动，感动的充盈。你看，咱从这些东西里。 找着点感觉，咱就不会被这个科技彻底的带到妖魔鬼怪的方面。而且人呐、啊，对对对人会我想到用增强现实可以达到他。别别别！增强现实可以达到他的感知、啊哦、哎,呀哎呀，没有，我说人嘛而且特别到了一个年龄，总要想这辈子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也听很多长辈不同的安排，有一位长辈说我反正要求自己。 在临终以前啊，心中会有几个人是我会想着他们的，也呃，临终以前要确定我去了，会有几个人一定牵挂着我，那我生命就没有白活了，没有遗憾。不然的话，我们姑扯称这个做情嘛哈，爱情的情情哈、啊。 那不然的话，没有情的话，生命还是剩下什么呢？<对>那有没有剩下什么呢？其实一切都会过嘛。刚阿成也这样说，我们也会会说。可是最真实的那一刻，就是在你闭上眼睛以前嘛，你在想：哎，我这样走了，谁会挂着我，牵挂着我？或者说，我走了，我走的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我还牵挂着谁？假如当你那时候发现你没人被你牵挂，也没人会想念你的时候。 不是空上加空吗？更遗憾吗？你看情是吧？这叫人生死相许。还有叫在是吧？把钱借给人家，都互相有个惦记。哎、<laughs> 小波最后是讲这个。哎，请，请你呢？我我,我最近看到一个朋友是走了以后，一大堆快递还没打开。没有完。我就对啊。对啊所以我呢，就是到最后，咱们还得在一块儿。 聊人生，<laughs>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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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一种什么蛋白质分子，就是说它就像剪刀一样。他说：“可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慎重啊？就是说，问题是人类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么一个门槛上，就是我们能怎么样改造我们自己？呃，怎么样更好？你知道他这个片子里边就讲到你这个问题。现在有些大药厂已经根据这个生物基因呢，弄出治疗有些遗传病的药。对。 几百万美元，那有些小孩得这种病，家长真是哭的可怜呐、啊，没有捐助，你拿那就说这大药厂你怎么这么没没良心呢？但是药厂他没办法，他研发经费这么高，<对>所以呢，现在在西方国家有这么一些志愿者，他们干这个事儿，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挺悬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说我们有志于不要让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富人、有钱的人。 他就可以用这个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改造自己，所以他们现在自己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出来这种技术，让它成为民主的，就是非常便宜的。比如说你在将来你在 Seven Eleven 里，你在在那个、呃、超市里，你买买几个试管，买几个什么，你你就能弄,弄。然后这个然后这个纪录片，然后这个记录纪录片里拍一个呃，一个一个一个几个小伙子，你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把他把他那个狗啊。 改造成那个绒毛荧光的、发光的，天因为他只要找到这个基因里边决定毛色、毛发颜色的，对，甚至他说：“哎呦，我觉得这将来太可怕了。”就是他们描述，他说现在是什么？你比如说啊，你想长肌肉，将来的人呢，你不用去健身房，只要改掉一个你的基因里边负责抑制肌肉生长的基因。 你躺床上都能长肉、啊、不是，躺床上都能长瘦肉，躺床上都能长瘦肉。我的天，你说，所以他就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来到这么一个临界点上，就说这个技术已经有了，当然很不成熟。现在就是，可是大家用在治疗上面是没有伦理问题的，<是>你在用在比如说人种培养上面，肯定是有问题。嗯、前<年>所以他们就将来说整容，整容将来也不需要了。你你想眼睛变绿吗？这很容易啊。 对，这个是现在是伦理上是有问题的，伦理上有问题。一六年那时候，IBM 他们有个案例，就是就是有一个人得了一个特别罕见的日本人得了特别罕见的一种一种癌症，但是他就跟基因相关。但如果你一般去找这个基因呢，你要大概要他们说跟我说读那个论文啊，要读那个上海大厦那么高，就论文叠在一起三百多米高，你人读不出来嘛。后来就用机器人来读，读了以后大概一天不到时间读出来，就来把那个基因找到。 然后就把那个女的救活了，这是一六年特别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治疗是通过基因剪辑来来治疗，但你刚才讲的，把她眼睛变绿啊、变蓝啊，长出第三个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这肯定涉及到伦理问题。那但背后一定那个伦理问题啊，嗯、背后第一个是我们要先把要。问题是，你改变的东西，其实我们为她。 对他未必了解。对你被改变了的时候，你认为它跟它跟 A 相关，它其实还跟跟跟 B 相关，但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认知边界有限嘛。可、嗯、是不,不管跟什么相关，我们先要先把它界定为疾病啊。现在比较能够开放的，你刚刚也说了，嗯、那是病啊。对我们治对疾病治疗、啊、要把它 define，把它界定定义为疾病才比较好办。可是背后的整套的伦理的问号，其实不是新的东西啊。 一直以来不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都说，哎，那一个群体，可能这群体是什么呢？口急、呃，口口急，讲话口急，像我这样大舌头的啊，不适合生存，可能用种种的方式把灭、这个嗯、绝啊，灭<由>绝，甚至至少把它隔离，隔离，对不对？其实它他的理由也听起来对他们来说很充分的，不然他们会把我们整个群体拉下水平下来，拉下就这个说法。 对啊，然后有些人说你智力差，甚至你皮肤黑的、皮肤有某种颜色的人就灭绝等等哈，所以其实这个逻辑背后是一样的，就是谁有权利到最后去决定,、啊、决定生命本身，紧接这个那个哈。